观众朋友，大家新年高早，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一月初一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金。昨日结束精彩的下年晚会，2022年头一天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有影隆重盛大，主题是坚固润命的台湾，要伫咧世界站起。今年元旦的升旗典礼由台湾五大艺术团体联合主办，要答谢登基以来伫咧各地头徛伫咧第一线抵挡疫情的医护人员。也那卫福部长陈时中也率领医护代表到阵领袖国歌。总统蔡英文也发表元旦谈话，向众人传达今年重要的施政方向。总统讲，台湾对去年五月份到今经过疫情的艰难，啊，伫咧两礼拜前也完成四大公道案，向世界来展现台湾民主的价值。总统蔡英文也感谢国民团结同心，也强调讲执政团队定着会好好啊执政，好好啊照顾人民。再来，在台湾下年的重头戏台北101的宴会，今年同款发16000支，放360秒。有咱家己有诶爱心型诶烟花，这是别个国家看无诶。西蒙站面呢，台北有6/18号，毋过管制区内底还是有50000多人伫咧遐庆祝。也那伫咧高雄呢，站面是头摆用双军舰甲双舞台形式，声超过11000人次伫咧遐庆祝新年。迎接2022年台北101美丽烟火专台跨年的重头戏，也为2022年做一个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篇章，世界看见台湾文明展翅国际舞台，绚烂美丽绵延不绝的七彩变色烟火，象征台湾文明守序自律、多元包容、科技创新、民主自由。今年101跨年烟火以迎向美好未来为主题，五万人照璀璨的烟火，鼓励民生关怀世界，共同迎向美好未来。我们看到好可爱的爱心，关怀世界，祈福人类，拥抱共同幸福美好。360秒的烟火甲去年同款，有1.6万发。虽然台北小寡落雨，依然能看到高空爱心烟火。进入到最后一个篇章，爱与希望，精彩绽放，一起迎向2022。我们可以看到呢，展翅的烟火划破天际，象征希望与梦想，展翅翱翔。透过现场音乐，融合 T-Pad 定邦同会定现动态电视烟火。北台湾有101烟火，南台湾高雄是第一摆在国南进行迎接新年。2021再见！今年高雄跨年用双军舰、双舞台展现华丽气势，金曲、金钟、金马奖演唱卡司也吸引超过11万人次。跨年过后，现场继续为台湾灯会在高雄倒头算30天，也是过20年台湾灯会又一摆登去到高雄。记者综合报道。今天这个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甲观众朋友到阵来去看报纸，先来看联合报。109年台北市囡仔出世的人口头摆伫咧20000以下。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指出讲，110年这囡仔的数量恐惊生无16000个，对学校、家庭、甲社会拢会有真大冲击。后续台北市会塞相关的政策，要做到政府参父母斗阵市的目标。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针对2022年原油供应，中油甲台塑拢认为油价逐桶的计数大概会伫咧70到80元美金，比去年稳定。计数虽然无大起，不过买力恐惊无遐尔简单。国内汽油、柴油计数恐惊还是会较悬。因为学者表示讲，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较轻，不过物价还是会呈现起坐落涨的情形。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台湾伫咧2020年。靠地液颁奖了后，农委会拍算伫咧2023年年初要达到传统低温颁奖的目标。即阵当伫咧做典型的低温示范地颁奖计划，进度会当讲不哩顺利。部分的市场伫咧今年6月就会当成颁奖，有初步的成果。
来讲，2022年国内也有新制度要实，包括基本工资要起，劳工呢轮流值班，拢着爱有加班费。伫咧劳保老人的这个年金这部分，会调整到63岁才通领。然后伫咧防疫这部分呢，卫福部要求讲学校、补习班、一个托婴中心等等，计共26个场所的工作人员，拢着爱住过2支有风险。下年的年假，有不少民众安排出去佚佗，迎接2022年。过来，还阁有真侪有关劳工权益的新制度要上路。以加薪的角度来看，基本工资调悬，月薪变作25,250块，也若时薪是168块。若是讲劳工值日夜班，拢甲认定是工作时间超过正常的工时，就爱予伊加班费。另外，要来倒打基本工资调悬。所以，这个劳保投保的年资分级也会来做调整。这财保险的平均费率会甲调做0.2%，也若劳保的年金青年年龄，卖甲调悬一岁。法定请领年龄自107年起逐步调高至65岁，111年将提高至63岁。非保险人如果投保年资满15年，但尚未满63岁，可以提前请领，提前1年需减给4%。符合法定请领年龄和延后请领的被保险人，亦可领取暂延年金，延后1年可多给4%，最多可延后5年。另外，伫减税方面，基本生活费调悬10,000块，综合税的免税额调悬到92,000。这点是适用2023年5月报税，也若遗产税甲赠与税的免税额嘛拢有较悬，伫2022年发生的案件拢适用。均公告缴付的退休基金免税，并且阁有延长电动汽机车的废物税、牌照税优待。伫福利方面，会调悬低收入户的上低生活费、教育实习生的奖助金，还阁有汰换老旧机车这个补助。限制旅馆还有公司有的房舍转型做社体，业者拢会当有地价税、房屋税，还有租金部分营业税免扣。另外，修缮甲租金差额嘛有补助。过来嘛有考虑到国际疫情较严重，包含高中以下的学校、甲幼稚园、大型的宴会场，拢总有26个场合的工作人员，拢都爱先有注2剂疫苗，避免疫情搁再恶化。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新年的新规定，对今仔日开始呢，伫咧台北车头附近，包含市民大道、甲承德路等等，拢袂当食薰。自本出车头下过红线，就会当食。即马拢袂当啊，准若违规，上当会罚10,000。走出台北车头，涂骹原本的红线全部变黑线。未少食薰的人，惯势走出大门了后，就坐伫回报食薰。按过明年开始，会被当罚2,000到10,000。你有听到这个消息过吗？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宣导。我知道他之前有画红线嘛，红线这边是可以抽的。我先有一个缓冲期，再严格实施，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之后你会跑去哪里抽烟？我听说应该是在那边。要跑很远。没有，那边有个亭子，那边有写禁烟区。外边挂宣导地图，禁烟区摊架车头四边，包含市民大道、承德路、电杆道，民众食薰除了带来自抽薰危害健康，后尾片薰屑、空薰盒也让清洁人员真头疼。烟蒂多不多啊？蛮多的，客人都会坐这边，都会掉下去。在这进程，台北市已经在105年中信义区上提工厂，109年在西门捷运站工厂，为禁烟区以上提工厂为例，5年外开出大量罚单，减少烟害甲污染环境。取缔在禁烟区吸烟的部分，大概是我们取缔了1,886件呢、啊。那取缔乱丢烟蒂的部分是6,608件，逐年是在下降中。即摆台北市卫生局甲环保局选择交通中心的台北火车头扩大禁烟区，伫看到2个月了后，3月7日开始直接取缔告发，提醒大家乌白片分散相关会罚6,000。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昨无本土也无死亡个案，不日过有41例境外，是疫情拖到暂时2年来上界多。也那最近台北市有某一间防疫旅馆有3人确诊，昨呢其中一位的基因定序已经出来，伊确定为着 Omicron， 伊是对中国转来的台湾人。也那其他2个人因的基因定序即阵还搁伫咧做，敢有集体消化，搁来进一步了解。
过来31虽然无新冠本土病例，也无增加死亡个案，不过煞增加41例境外移植。指挥中心讲，这也是疫情爆发两年来境外移植个案上侪一摆，其中国以美国17例上侪，也过14例是英国医院的调查，超过一半拢是突破性感染。有16例是男性，25例是女性，年龄介于20多岁到70多岁之间。那分别来自美国14例，还有菲律宾跟法国各2例，另外还有意大利、肯亚、喀麦隆、瑞士、印度、乌克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越南及柬埔寨各1例。就是我们的一月底期间，我相信境外一路的个案，应该都会。跟国外的流行趋势一样，应该都会蛮多的，那应该会到一月中是一个高峰。专家认为，一天都增加这么多境外移植是真重要警讯，防疫会面临真大威胁。特别是一间防疫旅馆最近发现3例确诊个案，指挥中心也公布详细采检结果，扩大可列采检81人。除了之前已经知影5楼确诊者，一起控99例以外，目前有62人阴性，其他检验当中或者是还在检验。目前详细确诊的，一起控58例初步定数是感染 Omicron， 3人是不是群组还在调。这个定序的部分目前还正在进行，那预计是1月1号才会有这个进一步的一些结果。台企户也在31派人环境采检，经过清消7天了后，旅馆才会恢复运作。目前怀疑可能是饭店人员标准作业定数出问题，见的是硬体的部分，也可能是工作人员他的收垃圾或者送餐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交叉感染，认为还是人员的长期的那种警觉性消失了，然后他可能没有做好脱手套这种很基础的动作，造成的交叉感染。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可能性。黄珊珊表示，应应中央要求，1月7日进前针对所有防疫旅馆完成环境查核，目前市府关键的检查，过去台北市都已经规定，每个月拢要确诊一摆饭店的环境检测，甲工作人员标准作业状况，未来会请专家协助检讨 SOP， 甲工作人员动线，加强防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呢，大型的邮轮公司拢做无生意。经过半年外的等待，也够甲防疫的工课检核做十层。昨昏呢，家人探索万号邮轮重新启航，带200多位游客要伫咧船顶迎接新年。等了半年，这阵邮轮业者呢，总算要阁重新出发，要带民众对基隆港一路驶到花莲，伫咧太平洋迎接新年的头一撮日头光。不过，所有游客要上船之前，拢着爱做2剂无风沙，而且爱有48点钟内的 PCR 阴性报告。邮轮业者的工作人员无用做最后的整治，12月31日下晡4点，予游客报到，暗时啊9点出发，打算1月7日就会驶回来基隆港。因为它是护航嘛，护航就是最干净的。那个叫核酸检测好贵，4100，然后在床上是2500，这样加起来就6600嘛。对啊，要我希望不会让我失望吧。受疫情影响，大型邮轮探索万号在咧今年5月份有风险停航。交通部航港局表示，探索万号在咧这个月27日完成防疫工作的检核，也阁有紧急应变演练，对整个防疫有信心。整个探索梦号哈，这个从它重新要起航的过程哈，包括指挥中心，还有我们交通部也都做了很多的检测哈。那现在。大致是没有问题。有预约了哈，诶，人数大概是200个左右。这种疑似的症状，就先去隔离舱嘛。伊是正压的空调，所以伊的空气吹了，那拢是向外口吹。吼，伊并未要伫这个游轮当中要来传播吼，这个可能性几率很小。交通部表示，全部的旅客伫咧落船之前，拢该验一届 PCR， 确认阴性才通落船。也让邮轮业者希望讲，以上届严格防疫标准，让每年的邮轮观光会当搁再兴。记者阿敏晶、夏桂林，嘉南报道。最近呢，不少人拢在食买鸡，伫咧高雄掠啉酒赛车，新兴分局呢，4天就掠到16件。有几来个驾驶拢替家己解释，讲家己是去食姜母鸭、奔放在酒测才会超标，不过这讲法拢无防稳准，是违法的，会罚。
记者排队等酒车，无外久就发现有民众驾酒骑车。你现在是酒后驾车，公共危险罪，超过0.25。高雄二大发生严重的驾酒塞车事件了后，警方这几天抓到足案的。新乡分局四天就抓到16宗驾酒塞车。最近是年底，有真侪民众拢会出外食饭，有袂少被抓到驾酒塞车的民众，拢讲是食姜母鸭，佮有人是啉烧酒了后，佮骑电动脚踏车互掠。骑乘电动自行车酒后驾车，在刑法上也会触犯公共危险罪。另外，姜母鸭汤里面含有高浓度的酒精，在饮用后驾车一样也是会酒测值超标。在民众涉及的地疏车祸，警方每日都在抓酒驾车。三早中昼，临安分局的警员伫四维三路甲林地路的路口，抓到一个要去上班骑汽车的人，一切个人受酒精的反应。昨天晚上喝多少？两瓶啤酒而已啊。自认过了一晚之后，酒精已经消退，不知酒测之后仍然超标，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已送地检署侦办。这几天是元旦的假期，有很多民众已经安排行程。警方也提醒民众，不能吃酒了后再塞车，也不能喝太多酒，以免的过冬天酒精还没消化完，影响到行车安全。另外也呼吁餐饮业者提供人客代替塞车或者是叫车服务，来阻挡吃酒塞车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呢公布上新全国各县市贷款买厝的负担比率，显示讲呢台北的民众大头上盖当，有不少人是逐个月爱拨超过60%的收入去立贷款，新北市排第二。根据统计呢，若准讲爱伫咧台北市买厝，用平均的薪水甲算算起来，欠长内多爱拢卖食卖啉16年才通买起一间厝，也若伫咧六都内底厝价。起上盖最是台南市，你好，这是我们90坪三房的产品，房屋加车位的总价大约是1亿6000万元左右。台北市在安罗顶冠新厝90坪第四楼，每平160万起跳，另外购些车位总计都要1亿6000万。以用行情定总计7000万以上都是豪华主体，贷款成数可能40%。以目前本案的房屋价格从8000万到1亿6来说，他必须准备的现金有将近5000多万，剩下的部分呢，他必须去做20年或30年的贷款摊提，金额大约会落在15万元上下。有钱人买厝贷款压力也不小，民工一般领薪水的人，想要在台北市买一间中古厝都不简单。内政部公布上新厝价所得比全国平均是9.24倍，六都当中台北市上悬有15.86倍，人工是爱将近12年卖食卖啉才买起，台北厝价有每年甚至每季欠款的情形。当然是更高了，怎么可能15年呢？你起码要20年以上嘛。就算父母能帮投几款的话，后面贷款他们也付不出来。经济的话是逐年往上，要健全整个市场的交易的一个制度，那避免那个炒作。贷款负担率阁显示台北市厝价有落悬，六都当中高雄、桃园、台南贷款只占加户数着30%，台中占40%，新北占近50%，台北市平均超过60%所得提来交贷款。对我来说太贵了，而且可能我也不需要到双北这个地方去自产，我应该会在台中吧。确实是已经超过一般受薪家庭能够负担的范围，北市因为现阶段的一个价格比较高，所以它可能未来会走向一个缓涨的趋势。最近租金进入房市，六都厝价明显成长。根据内政部公布，全国主体介绍指数是114.83，比顶一季成长2.15%。六都当中，以台南市季增率上悬3.06%。房产专家表示，国内经济继续成长，货币宽松加上低利率，市场有股通货膨胀心理影响，有股明年顶半年房市依然真悬。央行下半年升利息了后，房市成长日头才会慢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咧，咱来关心讲，对2017年缅甸爆发对洛兴阿人的军事镇压了后，就有超过70万的洛兴阿人转开始逃难。最近发现讲，有一只载100外的洛兴阿人要去马来西亚的难民船，因为半路讲这引擎故障，转掉伫咧海一个月。自本印尼政府简单愿意提供食米甲补给，无愿意收留。经过国际组织的敲击，即马印尼政府已经宣布会派军舰甲船仔拖回去，暂时安置一挂难民。
对着照明灯，港口边会使看到印尼军人正伫协助渔船来扣花，并且对上花的人来进行消毒。下渔船内底载着要去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不过渔船在出海28天了后，沿线故障，只好伫海上来漂流。Kami dari pihak UNHCR sangat-sangat berterima kasih kepada pemerintah Indonesia dan juga kepada pemerintah lokal yang mau menerima pengungsi yang saat ini sedang ditarik oleh pemerintah Indonesia.印尼阿泽省的渔民立刻就发现这只渔船漂在离海花90里到130公里的所在，船顶的120人内底分别有9个查甫的、60个妇女，还有51个囡仔。联合国难民署接到通报了后，知影渔船真侪所在拢漏水，渔船也受到损害，向印尼政府来请求接受这罗兴亚难民上花。不过印尼政府认为，这人不是印尼公民，正协助修理船，甲提供粮食、水甲药物，无管理收留，所以在印度救援了后，离别国渔船登去到国际海。海域来漂流，这最快引发阿杰省的民众加联合国难民署在国际组织的抗议。受到压力的印尼政府经过内部协商了后，立即改变做法，动用军舰把渔船拖回来，或者难民来上岸。Untuk ini masa karantina harus sesuai dengan prosedur COVID yang berlaku di Indonesia. Ya, biasanya 10 sampai dengan 14 hari. Dan nanti untuk pemindahan kita masih tetap akan berkoordinasi dengan pemerintah Indonesia, pemerintah Jakarta, pemerintah provinsi, pemerintah daerah, dan lain-lain.2017年八月，缅甸爆发对罗兴亚人的军事镇压了后，大约73万的人走离开。这几年陆续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东南亚国家寻求庇护。因为这两年爆发疫情，真侪国家加强边境的管制，要罗兴亚族人要找安心之所是难上加难。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文化新眼界来看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达利，伊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伊唔呐关心科学发展，对舞台设计也不离啊袂乱，予人叫做是专才的艺术家。即卖呢，包括上界出名的但丁新剧全系列100幅图，还有真侪伊亲手画版画，今日就伫咧中正纪念堂开始展，咱斗阵来去眼界一下。在黑暗的空间，透过红色的墙安尼行入去，壁顶的版画，招招拢是超现实的老仙角。达利用10年的时间研究但丁新剧的第6篇的创作。我来这边是连续篇，这幅坠落的天色，北来土地是拢无半项。达利结合超自然甲精神性的物质，呈现方尊敬的天色，其实内底是空唔空。人家都问我达利好在哪里，他懂了。当时所有的科学、物理、化学、数学，甚至医学，还有卡通，因为这些不是一般画画的会去涉及的。策展人齐芬兰讲，达利的作品虽然看到很广阔，超过现实的范围，不过是真有路。而且达利也真关心科学发展、甲舞台设计，是专业的艺术家。九年前达利的展览是以大型铜的雕塑为主。这次跟西班牙政府为伊授权，会当行使达利所有知识产权的达利基金会来合作。这次的作品是更加较长。我们除了油画以外呢，还有像是他跟戏剧之间芭蕾舞剧的合作，然后设计的布景，基本上全部都没有来过台湾。那甚至有几件作品，像是大型的，有一件是卵石钟，然后它是寻找四度空间的这幅作品，它的宽度就有250公分宽，所以是非常大型的油画。他们有特别说，这件作品其实是很少出他们基金会的，所以为了这次展览还特别定制了木箱。为青少年启蒙的时期，一直到这回用作品来表达。看这121件达利亲身完成的作品，描述是共同经历伊传奇的一生共款。这作品总价值超过台票27亿，毛主办单位赔是赔真严，投保上100万的保险，为了回电机到展览场，规路拢有警察车护送，确保这批西班牙的国宝会当安全而且完整展示予大家欣赏。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变化啥款？咱甲观众朋友斗阵来去看气象资料。先来看北部温度上低15度，上温20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4度，上温22度。伫咧南部温度上低14度，上温26度。伫咧东部温度上低14度，上温23度。在金门、澎湖、马祖，11度到20度。
未来三天的气象也到阵来去看一下。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是敏晶，祝大家新年快乐！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会。